可没有心了，喝了这药也能长出心来。你们喝吗？我好心请你们喝药，你们却不喝，你们不喝也得喝。你们可知我兄长的性命啊？没有性命，如何立碑呀？若生前作恶，那死后也不必留名。赵公明，原来是你们！故意玄虚。云霄，赵公明相助纣王，惹天怒人怨。我兄长纵是有错，亦不该如此下场。今日我便点灯请客，以报我兄长之仇。赤壁仙诀。蒙渊，快走！你们竟敢冒犯圣母，扰乱祭祀！兰儿，你给我退下！自从圣母降临，就要求我们每月祭祀，若再不反抗，这里迟早一个不剩。上！娘！Thank you.
拜祭祀。三日之后，圣母必将血洗混元阵。你怎么了？无妨。啊！啊！于浪。啊，没事，沐浴，不用谢我，我只是救了你一命而已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，我可是救了你，哎，逆子！爹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。你看看，我的太子，冒失鲁莽，不计后果。你这样，我怎么把族长的位子交给你？我也不稀罕，反正你原本就打算传给长崎。如今你们冲撞了圣母献祭，圣母怪罪下来，如何是好？这样会死更多人的。那也不能只顾自己的生死，献祭他人。这是谁啊？他是孟月前几天救的那个人。虽是万般无奈，但一人献祭可以换来所有人的平安。我是自愿的。今日你们自愿献祭，他日别人也自愿献祭，抱薪救火，何日能尽？对呀、啊，圣母要人祭祀，咱们也没有办法呀。对啊，这圣母是神，我们得罪不起啊。神，神当庇护一方水土，保百姓平安。圣母今日夺人性命，何以称神？族长，你看他的胸口。险中求胜，方得一线天光。天神降临，可救民于水火。爹，你不会以为他就是趁严中的天神吧？天神，救救浑元的百姓！族长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实不相瞒，我虽从上界而来，但并非天神。我来此，另有要事。天神说的要事，可是与此事有关？此乃圣母，数年之前，九曲山中有一圣母庙平地而起，百姓被迫供奉朝拜。圣母每月十五都要活人祭祀，我们都苦不堪言啊！每月祭祀，三霄竟以整个洞天福地作为阵营，洞天一年，人间一瞬。这每月一次的祭祀，恐怕是三霄摄取这洞天福地灵气的手段。他不是什么圣母，不过是云霄仙子的分身恶主。能解此困境，唯有天神。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你能降得住圣母？哼，难道是吼兽还没让你吃尽苦头？无礼！我，沈岩上说，天神降世，若想救民于水火，必得神兵相助。神兵？神兵在何处？金斗地的风雷塔。金斗地乃上古天神的战场，无数神兵散落，而后一座风雷塔起，神兵尽藏其中。哎，爹，您可别说笑了，多少游侠去金斗地寻那风雷塔，一个都没回来，脖子上挂个牌子就说自己是天神，我也能给自己弄一个。长青，把他关禁闭一个月。哎，爹，两个月。天神莫怪，但神兵的确难得，无论如何都要一试。我跟您一起去吧。不必了，金斗地不好找的，我最擅长就是变相明石。孟月回忆术也能助你一臂之力的。那我们就即刻启程。看你惹的麻烦，到时候灵气摄取出现问题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有安排。